迹，未盼一丝花期，小城府如何痴迷，谁的呼吸暖我冰冷心底，泛起了一丝涟漪。也许某种藏着某个声音，辗转过多少回忆，哪怕一生为爱颠沛流离，愿随你看云淡风轻。别怪这宿命，这天意，这造化无情，任凭红尘来去，像一场游戏。赌上我自己，一颗心也不可惜，交换我余生所有欢喜。别怪这宿命，这天意，这造化无情，任凭红尘来去，像一场游戏。赌上我自己，一颗心也不可惜，交换我余生所有欢喜。熬过冬季，未盼一丝花期，小城府如何痴迷，谁的呼吸暖我冰冷心底，泛起了一丝涟漪。当心愿泛起波澜以后，就做彻底的傻瓜，就这样掷下蓝天饱含的沙，俘获幸福面前万次的磨练。谁又天生伟大或地位，奇迹不过在身一下，出发那勇敢的少年，心跳出这命运的怪圈，只求热血混着热泪，就算跌宕怪就怪梦太美，手把座翱翔的少年，要让那感情的人惭愧，让青春不顾一切，只为一瞬间，就把那勇敢的少年，心跳出这命运的怪圈，只求热血混着热泪，就算跌宕怪就怪梦太美，就把所翱翔的少年，要让那感情的人惭愧，让青春不顾一切，只为一瞬间，像曙光飞跃。谢谢，谢谢，让我们掌声欢迎摩登兄弟刘宇宁，欢迎宇宁。哎，好久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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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 大家好，我是摩登兄弟刘宇宁，欢迎你。刚刚我知道
一连唱的两首是两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吗？对，我如数家珍，一个是《梦华录》的梦华，然后另外一部是《爱情而已》的反客为主。哎呦，谢谢谢谢谢谢。哎，作为资深你的歌迷，我有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哦，就是你知道吗？只要你的歌声一响起的时候，那个剧情的走向一定就是 HE， 就是一定是一个快乐的大结局，所以很多人叫你是爱情保安。你有发现自己有这个特殊的特质吗？是因为很多网友说我是这个爱情保安，但是其实就是碰巧了，碰巧，对，碰巧了。然后每一次这个男女主角可能这个爱情要这个进入一个这个层次的时候，就我得进入一个层次的时候，就俩人就出现了，啊，对，我得唱两句啊，助助兴。雨宁，你自己会追你自己演的戏吗？那不然呢？得看呐，啊，要看是不是？是的，是的。那你从观众的视角看，你是希望看到结局？如果以你来决定的话，你是希望看到结局是 H E 的，快乐大结局，还是 B E 的那种悲伤大结局？如果是我看的话，我希望是 H E， 但是如果是我演的话，我希望是 B E。你就这么虐我们是不是？对，希望观众愿意记得我吧。对，会有遗憾的嘛。所以我觉得你在多多追剧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要多多演戏，这样我们才会更加开心。哎，谢谢，我的荣幸。是的，好戏不断啊！谢谢。是的，今年618购省财京东，京东618呢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大家看晚会的同时呢，也别忘了打开京东 A P P 摇一摇。京东为观众和广大的用户准备了超多大牌的奖品，京动的福利。今天晚上是我们京东20周年的歌会，所以也想问问雨宁，就是你还记不记得自己20岁的时候，那会儿在做什么？20岁那个时候在饭店学厨师呢，打工呢，就是还在做厨师的过程当中，想着总有一天能成为一个歌手什么的，还在做梦呢，也是一段很难得的经历，是非常难得。我们也希望你可以永远像你自己歌里唱的那样，就是让青春不顾一切，冲吧，做翱翔的少年。好嘞，是20岁做这个梦想，然后就梦想成真了，多么美好啊！我们也相信雨宁的这个分享一定会给很多的观众带来满满的这种勇气和动能。我们再次掌声谢谢刘雨宁，台下稍作休息。谢谢各位，谢谢谢谢。